是怀疑，勉强去爱你，终于让自己坠落谷底。除了什么错，爱让人忧愁，谁能回答到底值得不值得？除了什么错，爱变得沉默，再多理由说了又杀手杀了狱卒，逃出大牢，换了衣衫，畏罪潜逃。末将得知情报，火速派出弓箭手，将一干人犯当场格杀，请皇上明鉴。该死的安子建，心悦往来，让本宫主令大内侍卫把安子建直接抓来审讯，还你们个公道。公主，你真是个好心人呢。公主，安子建乃国之重臣，先帝曾托孤之元老，没有真实的证据，咱们不能随便逮捕啊。证据？你们俩不是最好的证据吗？我们二人乃原告，我们没有人证，也找不到物证。要那么麻烦吗？公主一片体恤之情，我们十分感激，可是国有国法，我们不能以私仇来害公理啊。这安子建老贼双手沾满鲜血，就让他这样逍遥法外吗？我来，这词不值钱的。哎，江老板，你还记得那出捉韩信吗？捉韩信？对呀，那吕后疑心韩信要起兵叛乱，又苦无证据，于是故意邀请他在上林苑赏花，但韩信来后，吕后打碎杯子，埋伏的刀斧手冲出将韩信抓获。往来你说的是咱们照葫芦画瓢？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。把那安老头骗进宫内再说。望来，这点子好啊。不是我的点子好，是人家戏编的好嘛。公主，您看此计如何？可是我一句也没听懂啊。哎呦，公主也
好笨啊。旺来，你说本公主好笨啊？不不不不，旺来是说公主好本领啊，有计不说，故意打破了杯子来启发我们。哎哎哎，对对对，你要不打碎这个杯子呢，我还想不起来呢。哎，哦，是是是，我当然，我还是没听懂。林教，家教。张公公，请。张公公，稀客，什么风把公公给吹来了？好风啊！皇上下旨了。哎，侯爷请看，咱家两手空空的，哪来的圣旨啊？哦，那么是公公来做客？不是，咱家请侯爷到宫里面做客。皇上召见。皇上在御花园设下酒宴，特命咱家来请侯爷去做客。哦，皇上赐宴，这可是天大的面子。侯爷，赶快请吧。啊，容老夫更衣。爹，孩子，皇上召我进宫了。哦，江心月已经被公主接到宫里去了，我想她一定在皇上面前告了御状。爹此去，凶多吉少。皇上下旨要处置爹了吗？皇上在上林苑设宴，请我前去。御宴？难道？哎，宴无好宴，一定是一个红林苑的。爹，您怪孩儿放了心月吗？爹永远不会怪你。要不是孩儿放了心月，爹如今你也不会。哎，爹年纪大了。风烛残年，何足挂齿呢？爹只是想告诉你，不管爹做了什么事情，都是为了你。还有，爹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。不，爹，您不会有事的，爹。爹。这一遭，恐怕我们父子天人永别了。爹，爹，孩儿对不起您，是孩儿害了爹。自己保重吧。爹，爹，爹，你再回头看孩儿一眼。爹，爹，
将。公公，老夫有个不情之请。啊，侯爷请说。老夫想进开元寺上柱香。啊，侯爷请啊。多谢公公。哪里哪里。公公，我们进寺中监视。不必了。万一……哎，皇上设宴本就是打草惊蛇，敲山震虎啊。他要是真的跑了，这也就证明他做贼心虚，不打自招啊。见了一个人，啊，什么人？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。你在何处看他？开元寺。开元寺？那他在寺中上香祭拜亡魂。那你听他说了什么？他说他姓穆。想儿的才会到这里来的，他在祈祷什么？他一定是祈祷我再次的出现。难道他真的是我的生父？启禀侯爷，皇上还在等您。要不要叫他？是谁？我只知道你是陷害我全家的主谋。我爹临终遗书叫我一定要报仇。你错了，你不知道，这是莫权的话。住口！你认为你用这么一说，你就可以欺骗得了我？我有证据。什么证据？你把面罩拿下来，自然明白。我没有时间了。快拿下来，不然的话，我会死不瞑目。我若摘下面具，他见到我与安公子一样的容貌，一定会认我为子。不，我不要他认，我是莫权的儿子。他是我的杀父仇人。你为什么不敢拿下来？你怕我见到你的真面目？侯爷，公公有令，时辰已到，不容拖延，请侯爷立即上轿。侯爷请。
安静点，臣在。你可认识这是什么树？这是桃树。你可还记得先帝在的时候这儿种的是什么树？种的是牡丹。是前几年朕突然下旨除去牡丹改种桃树，你可知道是何原因？这树沉于美，因为朕就是在桃花林中认识方姑娘的。方荣，家里三千也比不上他一人呢。皇上，皇上，金品，放肆！把他拿下！是。皇上，快走！想到你中了我的美人计，你想对朕怎么样？你说呢？朕跟你有什么样的深仇大恨，你要如此对待？你还记得莫权一家吗？莫权，你是莫权什么人？没有想到吧？当年你满门抄斩，唯独漏了一根幼苗。我是莫群之子，你当年杀了我一家，你让我一家人在九泉之下有苦难生，有哀难离。今日我要不替全家报仇，我就不是莫家的子孙。胆敢弑君，如果要杀你，我会大费周章地押你来此。你打算如何处置朕？我要皇上昭告天下，承认错杀忠臣。我要你引咎退位。你这是在威胁朕？让朕考虑考虑。事已至此，不必考虑。莫大哥，好歹皇上也是一国之君，你总要给他点时间考虑一下。引咎退位是一件大事，皇位要让给哪位皇子，
他总要三思啊。穆大哥，穆大哥，穆大哥，外头很多官兵，快搜到我们这儿来了。知道了。好吧，待我下去取药回来之时，你还没有做决定，我就喂下你迷药，让你一生一世昏迷不醒，做个名副其实的昏君。是那种信赖朕的人，朕的后宫佳丽无数，可是没有一个像你这样。你不但容貌出众，而且慈眉善目，温良敦厚。姑娘，朕无才子，如果不能返回朝廷，诸王必争，届时朝中大乱，天下不安，祸延百姓。姑娘难道忍心目睹天下苍生因此痛苦难熬吗？我姑娘，现在救朕还来得及。皇上，请跟我来。万岁，洪福齐天，逢凶化吉。事后朕才知道，是莫非绑架了他的家人，逼他出面诱朕。方姑娘冒险救驾，那他的家人岂不是？莫非那帮人倒也没有为难他的家人，事后也都放了？莫非安静点？臣在。这莫权一案当年可是由你主持审理的。是。此案可有什么疏漏之处？为何那莫非总是阴魂不散，无时无刻想找朕的麻烦？虽是老臣主审，却是三司会审，绝不会有疏漏之处。万岁召见老臣，就是为了方姑娘。不错，今日正是方荣的生辰，朕想他呀。万岁至情至性，老臣佩服。当年生辰是朕与他共度，如今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已经笑春风。万岁龙体保重。你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。是，陪朕喝两杯吧。老臣荣幸。安卿家，臣在。当日你运回方姑娘的遗体，如今就葬在那桃花林中。方姑娘能够陪伴万岁，她的在天之灵也算感到欣慰了。这都是卿家之功啊。万岁对方姑娘深情似海，老臣十分感动。来喝。就是两人对饮，可有什么助兴的没有？万岁您
搞个戏班子什么的来唱唱吧。哎呀，这临时找来不及呀。说什么？朕现在就要听戏。是是是，奴才该死，实在是这个没有戏听，你提脑袋来劲。宫里面只有一个人会唱戏。一个人？一个人也行，叫他来唱唱。奴才遵旨。皇上有旨，宣戏子。启奏万岁，唱戏的太高。谁上来？奴才叩见皇上。免了。喜欢，这不是旺来吗？怎么这身打扮？回万岁爷的话，这是钦差记中钦差的打扮。万岁急召，我来不及换衣服，就匆匆赶来了。万岁，这一个人怎么能唱戏呢？是啊，这一个人怎么唱戏啊？回万岁爷的话，小人大胆，想请皇上、张公公、安老爷一起演。放肆！皇上是什么身份？怎么可以做下贱的戏子？安清清，今日乃是方姑娘的生辰，朕愿意演戏，以为方姑娘在天之灵。旺来，这戏怎么演呢？我还演钦差啊。哦，八大，抗气得气，抗气得气，抗气得抗。本官大宋朝大钦差是也。宋朝没有钦差。安清姐，看戏嘛，何必当真呢、啊？是是是是。旺来，你这个钦差是什么钦差啊？谨报民朕，人臣包青天。不对，包大人乃是黑脸，你怎么来个大白脸啊？我原来是黑脸，现在给吓白了。吓白了？被什么东西吓白了？我是被冤鬼。看冤哪、啊、什么冤鬼啊？哎呀，数十个冤鬼啊，吓人哪、啊、齐声向本官显冤。这冤从何来啊？这嘿嘿，这得有人演呐、啊！啊，万岁，您就演这个冤鬼吧。岂有此理！万岁怎么可以扮冤鬼？啊，对呀，这，安老爷，你演个冤鬼吧。这好玩。安清姐，你就演那冤鬼。万岁，这我侯爷，君命不可违哟。这我怎么演呢？简单，你就喊冤枉，冤枉！呜呼呀！蒙听有人显冤枉，待我老包看上一看。呜，原来是个冤鬼。冤鬼，该你了。我怎么演呢？你就说我们本是戏班。遭盗贼杀害。安清姐，甭做戏嘛，何必认真呢？我们本是戏班，被盗贼所害。呜呼呼呀，大胆盗子，待我抓将起来。盗贼，盗贼呢？皇上，您演这盗贼吧。荒唐，万岁是九五之尊，怎么可以扮盗贼？嘿，张公公，您就演个盗贼吧。好啊，我演盗贼。演盗贼，咚咚蹦蹦藏！大胆盗贼，竟敢伤害无辜，还不给我跪下！我是有人主谋，有人指使，有人收买呀、啊。谁的主谋？就是他。公公，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呐。安老爷，你也是主谋啊？我什么？这你总不能让皇上演那杀人凶手吧？
这戏越来越好玩了啊！哎，老爷，你就说我是收买盗贼，杀害戏班，嫁祸给一个女人。我不演。侯爷，你老是不肯演，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啊？我不会演。哎，安老爷，你演技一流啊！安静点，方姑娘最爱看包公戏，你就勉为其难演一演，方姑娘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哎呀，安静点。我收买盗贼，我杀害戏班，嫁祸给一个女人。哎呀呀，好狠心，好狠毒啊！来人，在带女仆主上了堂。是。哎，谁演的女仆主？你是太监，你演的。哎，跟大家玩笑。好，我就演那个女仆主。哎，包大人，你要为民女做主啊！你有何冤屈？民女乃是戏班之女，与这公子相亲相爱，不料公子之父怀恨在心，将戏班杀害，将女子捆绑严刑。炸炸炸炸炸！哇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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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闻听此言，老鸨气的是怒发冲冠。皇上，请降了旨。好，待朕拟旨。降旨，赐他尚方宝剑一口，先斩后奏，杀尽仇家。好，好，好，待朕拟旨。万岁，此例不可开呀！卿家是认为朕不该赐剑。这尚方宝剑只能够赐给钦差，不能够赐给这个贱人呢。安卿家，咱们是在演戏呀、啊。是老臣忘了。来了，包大人，奴家拿到尚方宝剑了。好啊，李仆之取得尚方宝剑，要日活。我要报仇，我要血恨，我要杀死这个老贼，还有那个婆子。不对呀、啊！你与公子一往情深，干嘛要杀他呀？戏班学仇深似海，不杀死他一家的心不甘。哎，你与公子有情有爱，你哪下得了这手啊？哎，是谁救了你啊？奴家在那地窖受尽痛苦，受尽折磨，最后还是那公子救出我了。哎，你看就是啊，公子为了救你，不惜与父反目。他是好人呐。哎，安老爷，该你演了。我演什么？哎，你演公子啊。我已经演了老爷了，怎么还能演公子呢？哎，我不能让皇上演公子吗？让皇上叫你爹爹。安卿家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方姑娘。可是我没词儿啊。反正你要救那女子，你该如何求你爹爹？快说。这样快说。快说。你从假山里放出来不就完了吗？怎么不说话呢？怎么不演呢？打开假山放了他。我跟公公只说那女子被囚禁地牢，并未说假山呐。安老爷为什么说打开假山放了他？是啊，侯爷，请解释。安抚的人怎么都不见了？安公子是不是也走了？公子，江西月，走，上哪去？皇上要御审。御审？御审令尊。
铁爹。这件案子没有其他证人，只有公子是目击者。这我不能去作证。公子父子情深，心月岂有不知？我只求公子主持公道。戏班数十条人命，他们死得冤枉啊！不，我不能去。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救我？我？公子当天救我，正义凛然，胸中只有良心。当时我心中是多么的感动。公子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答应我吧。府上的下人全都走光了，是公子你遣散他们的，对不对？公子为了替父亲湮灭证据，小心感人，心月自当理解。可是孝心之上，当有公理。公子，我求你。哎，你别这样，你先起来吧。我求求你，公子，我求你。好吧，那你就等我，我就换件衣裳进来。你答应了，公子。那你就先起来吧。公子不答应，心月不起。反正我。公子愿意作证，答应跟我去面圣了。戏班的成员得血了。心月一定会来找我去作证，我要见了皇上该怎么办？我要说了真话，我对不起你；我要说了假话，又对不起心月。如今只有一死，孝与爱我不能选择。我若帮爹掩饰罪行，心月永远恨我，我将永远失去心月。我若帮助心月，我将永远失去我爹。为何是我？为何我心爱的女人会是我爹的仇人呢？为什么我这么的不幸，这么的不幸啊？你是谁？我是一个关心你的人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安公子，死能解决问题。你若一死，江心月必定痛苦万分，你这不是害了他一生？你若一死，你得何人去救？我怎么救他？
我也没有本事，我也没有武功，我这个人真是一点用都没有。只有一人可以救你爹，心月。不，戏班惨死，他不会放过我爹的。是皇上。皇上，君要臣死，臣不能不死；君要臣生，臣就一定要生。可是，我又怎能见到皇上呢？江心月现在在大院等着你。心月，他一定会带着你去面圣高御状，你一定可以见到皇上。可是，皇上又怎么会？我只知道，你见了皇上，你爹才有一线生机。如果你不去，你爹就死定了。你怎么会知道我这么多事？我好像在哪见过你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不必问。江心月说见不着你就跪地不起。快去吧。那早一刻入宫，早一刻见到皇上，你才有时间设法营救你爹。快去吧，你爹在等着你。是怎么了？你怎么也关心起安子健的生死？你心里真的把他当做你爹了？不，莫非他不是你爹，他不是，你爹是莫泉。究竟是我爹，还是我的杀父仇人？天哪！谁能帮我解开这个谜？我空有一身武力，我在命运的面前却是那么的无力，那么的。戏往来演得好，公公配合得也好。这些您就先别说了，皇上等您解释呢。含沙射影，指桑骂槐，真是好戏。安子健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。老臣请问万岁，今日真是方姑娘的生辰？老臣罪该万死。心月，公子。心月，你还跪着，快起来，起来。公子，我还以为你不会来。来呀，我当然会来，我一定会来的。心月，我带你入宫去，我们去见皇上啊。公子，你愿意把一切真相禀告皇上吗？我愿意。公子，我愿意说出真相，让皇上做出最公正的判决。多少柔情，多少泪，往事如烟去不回。想起过去多少欢乐，如今已似流水。多少柔情，多少泪，两者没情去不回，剩下一片迷离梦境，梦醒是更伤悲。
情。